陈奕迅呢首《岁月如歌》近排都被人唱到烂噶啦，佢唱犹如看得见神，佢又唱才能欢天喜地，连《冲上云霄二》入面饰演空姐嘅孙慧雪都唱埋一份。一生太短，陪着你就系中意《岁月如歌》啊嘛。不过今次我都估唔到佢冇揾我唱。嗱，听到佢咁讲，大家系咪好失望呢？不过唔紧要。C-Lam 終於都唱返個酷魔版本啊。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。嘩，濕曬喎，過檔頭炮 MV， 酷魔出曬力，躺喺床上面同女主角大髀同面。C-Lam 仲主動提議話剝衫添，不過導演就驚住俾靚靚追殺啦，咪咩出熱氣都咳曬囉。嗱，呢位女主角呢就嚟自上海嘅，是經理人蕭定一的新女，個名叫李子妍 Jessie。 C-Lam 拍 MV 咁落力，看來絲毫都沒有受到早排和前經理人李博開拖事件影響，這件事全靠靚靚從中調停才大事化小。話說 C-Lam 突然間轉會蕭定一5000萬，就代代平安了。澤東那邊當然很不 like 啦，前經理人直情覺得 C-Lam 過了他一棟。不過神奇的是，開火15分鐘，雙方都各自散場，難道是被人和諧？其實和諧他兩個的全靠袁靚靚做和事佬，所以說成功酷魔背後的女人是多麼重要呢？